竹县峨眉乡天恩弥勒佛院文教园区举行开光落成典礼，右手托住地球，左手拿佛珠，这号称东南亚最大的青铜弥勒佛像首度曝光，相当醒目。弥勒大佛高达72公尺，相当于有24层楼这么高，吸引日韩、中国、印尼、马来西亚等国家近万名弥勒子弟参观，还有来自各国的青年盛装表演，要将欢喜传递给每个人。时间给我们加油，但是时间一定不能慢。我们会遵照我们检事长吩咐的，找到路标，找得到让天恩弥勒佛道场在哪里，我们会努力的。弥勒大佛结合峨眉乡优美风景，成为新竹县醒目的地标。邱县长也指示未来县府会加强交通动线规划，迎接假日庞大的观光人潮。